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华喜激光成立周年庆恰逢双十一，为回馈广大客户，特价推广50台激光焊接机、50台激光清洗机，需要的老板请马上联系客服沟通需求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华喜激光手持焊接机介绍：金属焊接、切割、清洗三合一手持式激光焊接机，主要功能有金属切割、金属焊接、金属清洗、除锈、除漆、除毛刺等，适用于铝合金门窗、五金模具、汽车维修、钣金机箱、水箱、五金灯饰、厨卫、广告牌加工改造等。机器功率可选1000瓦、1500瓦、2000瓦、3000瓦，含数字气压报警、电压过欠压保护等安全性能，一流配置，安全稳定。使用激光焊接机不需要焊工证，轻松上手，焊接效率是传统焊接的4-5倍，每月节省人工成本上万元。售后保证，激光器质保2年，整机质保1年，垂直聚焦保护镜片、喷嘴等以旧换新，不管是质量问题还是使用工艺上的问题，都可以随时在线指导，打造一流品质机器，树典范服务标准。好机器就选华喜激光，华喜激光倾心服务每一位客户。配置可配瑞科、创新等任意品牌激光器，枪头控制系统可选超强伟业、瑞法等任意控制系统枪头，水冷机可选特御、帕利等一线水冷机，手持式激光焊接机，人人都会使用的焊接机，操作性3分钟上手，省时省人工，无需打磨。产品特点：激光焊接一次成型，美观牢固，速度快，效率高，是传统焊接设备的5倍。所有金属都能焊，不锈钢、铁、铝、铜、铝合金、碳钢等0.4到10个厚度都可以焊接，除锈、除漆、除毛刺、除油污，一针见血，立竿见影，还可以用于切割金属薄板，简单方便，直接节省1台价值10几万的切割机。欢迎各位老板前来洽谈合作。